啊，个特别成就奖，特别成就，哇哇哇，骗我 ，camera 给他，骗我，现在可以，成就吧，成就吧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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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芒哥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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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芒哥，光芒哥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光哥，我必须先说，恭喜恭喜，你刚才走进来真的是非常的帅，但是因为 all the way 和 camera 没有 pick 到嘞，你只有 ending pose 得到而已嘞，有点浪费，可能要再走一次，再走一次，那个不重要，最重要是 ending pose。OK OK 也是可以。部剧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它的 ending， 前面你可以不用看。哎、欸，有道理，很厉害哇！今天猫哥也是有荣获奖啊，蛮保密耶，我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所以他们又讲说暂时不要跟旁边的人讲。哦，所以你自己我早就知道了，知道的。我算旁边的人吗？不是，你是亲密的人、欸、啊，所以亲密的不可以讲。不是，斌、啊、哥，你真的是在旁边的人呐、啊。是，其实这个东西，我入行那天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会拿的。哇！好喜欢，这个是你最想得到的奖项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最想得到的奖项，已经拿到了。哎、欸，哦，那个就是对啊，十大已经拿了，神台已经拿了，喜剧拿了，对，主持拿了，对，特别成就奖拿了，对。对不对？接下来还想拿什么？终身成就奖？没有终身，我还差得远。对对，有很多终身还没有拿。啊，说秦立新你还没拿哎、欸？没有没有，我金苹果也是没有拿。没有不是，我接下来我要拿的是最佳男主角 Jeremy。哎呦，哎，两年后你颁给我。